家去啊。俏俏，俏俏，爸爸，叫爸爸。哎，哎，俏俏，哎，俏俏，你别跑，俏俏，俏俏，俏俏，别跑，俏俏，没事，俏俏，别跑，别害怕，没事，俏俏，别跑，别害怕，俏俏，别摔着，别跑，哎，俏俏，别跑，别跑，俏俏，来了。俏俏，别怕啊！我是你爸爸啊！你放开他呀！你他是我女儿，乖，别怕啊！别别害怕你，你不能抱他！俏俏，别怕！开什么玩笑你？我是他爸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怕你？乖，不怕啊！不怕啊！放开他！我是你爸，真是你爸！俏俏，放开，别怕，放开他！放开啊！放开！俏俏，快！他是我女儿，我就是想接她放学呀。那得她愿意呀。开什么玩笑！我是他爸呀！知道，你是他爸，你还是郭邦的丈夫，但是这义务你已经五年没尽过了吧？啊！你现在想跟他们在一起，还就得他们同意才行。乔乔，你认识他吗？那你干嘛跑啊？我害怕。那你不认识他，你干嘛害怕呀？我害怕。乔乔，你别怕，我真是你爸爸呀！哎，这事儿我看不能勉强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里头确实有问题，我们不能不管。郭芳，你愿意他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不愿意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们是我老婆孩子呀！就算是正常夫妻，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警察也不会不管。更何况。郭芳一直想跟你离婚，我有一建议，也不知道你听还是不听。那您说，你跟郭芳十分适合的，那得有个法律程序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跟他们纠缠不清的。有两条路，一条，你先回老家等着。我才不回老家去呢。那还有一条，就是跟这儿租一房子等着，但是不能去骚扰他们，听明白没有？那行，我租房子。今儿租房子是来不及了，那跟我先去派出所吧。你还要拘我呀？我给你找一睡觉的地方。走吧，不下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姐姐，赶紧回家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这半路出了这么一档子。搁谁身上，谁心情也好不了。可是我想劝你啊，设身处地的想想，郭芳是真的想骗你，想骗你的感情吗？没准他是真的爱你呢，他不骗你怎么办？啊，你知道他有丈夫，你还能跟他在一起啊？今儿俏俏见到藏秋生，撒腿就跑。那情景你是没看见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郭芳是没有撒谎的，这藏秋生没准是真的打了他，真的是有家庭暴力。他上次从老家回来确实浑身是伤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藏秋生打的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有空去看看他吧，你心里觉得冤得慌，那没准郭芳更冤得慌呢。我还真有点同情他。你来找我就为这个，劝我去看郭芳。那看你的吧。放心吧，妈妈再见，再见。郭芳，郭芳，哎，别跑啊，郭芳，你听我说，郭芳，你别跑嘛，你听我说。藏秋生，你要再这样跟着我，我就报警了。哎呀，你老拿报警吓唬谁啊？哎，我是你老公，哎，我是合法的老公。哎，我想跟你谈点事情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跑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说啊。咱们不在这里说。
我跟你回家说好不好？不行，要说就在这说。不，我跟你回家说。你说拉倒。哎，顾芳，顾芳，好好好，在这说就在这说。那你不要不好意思，顾芳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起来呀！我对不起你。你起来呀！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跟你离婚。我郭芳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郭芳，你听我说，以后别跟着我，你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，我也不打孩子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保证。我对不起你，哎，你别怕，我不打你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就是想，我想跟你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啊。你不愿意回去，在这儿过也行啊，啊。要这房子，这房子真好，对，咱们就在这儿过啊，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你别跟我离婚，行吗？我不可能再跟你过日子。哎呀，国芳，我知道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心眼太小，我一心就想要个儿子。我现在不那么想了，真的，你带孩子一走，我就不那么想了。我都找了你们好几年了，真的，你不信？不信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些车票，有火车票，你看。汽车票，啊，地铁票，还有小公共汽车票，你看，这是拖拉机的票，还有什么牛车呀、驴车呀，我坐什么车，我都给人要张票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为了找你，我跑了多少地方啊，国芳，你就看一眼，你别过来，哎，好，国芳，你就。看一看这些车票，我找了你们整整五年了，国芳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我都跑破了多少双鞋，我就是想，我就是跑折了腿，也得把你们娘俩找回来。可你一直都躲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五年，都找不着。我好不容易盼你回去了，真是好不容易的。你却说要跟我离婚，你说我能不火吗？我能不？不是我想打你，我是忍不住那火吗？国凤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啊，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，国凤，咱不离婚，啊，咱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，咱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。国芳，放开我！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臭女人！你想死我？哎呀，看什么看？啊，她是我老婆，我还不能碰了。范秋生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干什么？让我滚出去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是你合法的老公。哎，要滚，你得先让他先滚出去。嘿，你们这叫通奸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你要再不出去，我就报警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拿报警吓唬我呀？你去报啊！啊，
报警当猫怎么着？啊，还能把我送监狱去啊？就是把我送监狱去，我还会出来。我出来，我还来找你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是你合法的丈夫，咱们有结婚证。嘿，警察来了，他也得保护我。哎，哎，对了，江建平，我也得批评你几句啊。你说，你们俩的事儿，啊，我都不表态了，不管了，这都够宽宏大量了吧？你还想怎么着？啊，我在这里是合理合法，哎，你在这算什么呀？啊，你这叫破坏别人家庭幸福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哎，你这才叫知法犯法，哎，知道不知道？建平，这才差不多了。建平，我跟你一块走。撒俊生，你走吧，我要锁门了。撒俊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拦着他！我跟你说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这。千万就动不动跟人动刀子，怎么一个人拼命就动菜刀？上回就伤了自个儿了，忘了。建平，你别走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这件事我一句两句的也解释不清楚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我回来看你。我不要你看我，我要你在这儿住。国芳，这个不行。现在没这资格。国芳，我还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得跟我说实话，不能再骗我。我说实话。你真是要跟臧秋生离婚吗？是。你当初真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？是。那你对我是真的吗？建平，为了你，我死都行。这辈子，这句话我也是头一回问。我知道就行了。既然这样，我江建平也不是小心眼的人。紧要关头，我也不会一缩身就没人影了。只要你不变，我就不变。这雷我跟你扛。下午我也得走了，得走四天。你要好好保重，遇事小心点儿，照顾好俏俏。建平，你不走行不行？你请假行不行啊？这四天，万一
满意的。不会有满意的。我会叮嘱胡小玲，让她照顾你。四天以后我就回来了。建平，我还想问你，我骗你，你恨我吗？别这么说。我骗你是真的，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咱不说这个了，我得走了。别哭了，你再哭我走不了了。其实我这心里也挺矛盾的，不知道这个时候往上顶一步对不对。我也在想，你说前一阵儿都已经热火朝天的要跟他结婚了，现在他有麻烦，我要是撤了也太不算是个男人了。可就这第三者这名儿那么别扭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，你原来又不知道郭芳有丈夫，咱一直拿她当寡妇来着呀。我还是想不通，这想多就头疼，就不想想了。郭芳那儿，你就费心帮着多照看点儿。你放心走吧，我回头跟居委会打声招呼，让他们留点心。我知道挺为难你的，你也挡不住他们是合法夫妻。我有时候就真想不明白，这顶着合法的名义，人能干多少坏事儿？你心里还是有郭芳的，你还是爱他的，是不是？我这心里要是一点都没他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我不像你们，那个爱啊，就那么容易说出口。我觉得只要有心，你想什么就去做，说那么多干嘛呀？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啊？不说了，我该走了。郭芳那儿你就多费心了。成，你放心吧啊。我把这事儿托给你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可笑啊？这有什么可笑的呀？你相信我，把这么大事交给我，我挺知足的。你放心吧，啊。你说我都不明白了，这都哪儿和哪儿的事儿是？因为你和我混在一块儿，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怪了。这怎么建平和郭芳混着混着就混出第三者插足来了呢？我分析吧。你别分析，该你分析吗？行，我不分析，我不分析，你分析，你分析。你分析出什么来了？我什么也没分析出来。笑什么呀你？我笑怎么了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啊？啊，你是觉得郭芳可笑还是江建平可笑啊？你有点幸灾乐祸，你什么心理啊你？不是，我没招你没惹你，冲我来什么？不该你问啊，睡觉。不是，我是关心建平不对吗？我拿建平当哥们儿啊。问题是你那么关心江建平，我都没吃醋，那我问几句你怎么就急了呢？啊？那怎么着，我也不愿意江建平过得不好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说我前妻薛冬娜那么不着调一个人，我都不希望她过得不好，
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啊？能不能不拿这张立明跟薛东娜搁一块对比啊？我说行行行行，我不对比不对比，快快躺躺睡觉。我怎么能把薛东娜和江建平放在一块对比呢？我前妻和你前夫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，没有可比。哎呦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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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不行，哦，别睡觉睡觉。不生气了啊，小刘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看你每天这么忙，还得抽空陪我们俩回家，这你别跟我客气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你看，这上头有我们家里电话，还有丹妹的电话，还有我手机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，千万别客气啊。谢谢啊。你好，胡警官，我来看看孩子。看行，我不拦着。但是你也看见了，这孩子挺怕你的，你别再把孩子给吓着了啊。行，我听您的。笑笑，别怕，有阿姨呢啊，阿姨送你们回家。行了，看也看见了，就这么着吧。行了，以后你们一回来啊，就把防盗门给锁了，不认识的就千万别开啊。但要是臧秋生开不开就是你的事儿了。不开，我肯定也不开。阿成，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。哎，小玲啊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那你说。你进屋坐会儿吧。什么事儿？我就想问问你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指哪方面呀？我想跟臧秋生离婚，起诉啊。可他不离。你们分居那么长时间了，法院会判的。那你们户口都不在这儿吧？那得回老家，得在户口所在地起诉。我哪有事儿吗？小林，我对建平是真心的。这话你跟江建平说，不用跟我说。我知道这事儿我伤着建平了，我让他挺尴尬的。他也是挺要面子的一个人，能跟我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还瞒了他这么大的事儿。这话以后有机会你也跟江建平说吧，啊。你瞒他肯定是不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江建平要是没跟你动心的话，他也就不伤心了。这问题是他都跟你动了结婚的心了，到这份上你还没告诉他说你有丈夫，怎么说也是说不过去吧？你这是欺骗他。可我不是诚心要欺骗他的，他要早知道我还没离婚，他早就离开我了，他就根本不会租我的房子，那我们就更不会好了。那你就欺骗他呀。我骗他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也觉得我是坑了建平了，可我真的不是为了害他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你是女人你也知道，能碰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有多不易，那要碰上了就是刀山也上了，火海也闯了，碎尸万段烧成灰我都认了。反正我就是不能让他走了，那他要走了我跟幸福就挨不上边了，那我就骗他了，骗就骗了呗。我也知道这事儿早晚都有露馅的一天，
可我也知道，我跟建平好过，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我就是跟他好了一天、两天，我就是死了也不冤。行了，什么撒谎的？现在事情都逼到这份上了，我也想好了，我就豁出去跟藏秋生拼了，大不了一死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拼死拼活的，没到那份儿上啊。不过离婚的事儿，我得替江继民嘱咐嘱咐你，离婚就是你跟藏秋生的事儿，你觉得该离就离，别把江继民给扯到一块儿。你可不是为了江建平离婚，你知道这差别吗？至于离婚以后江建平是不是跟你好，那我就替他回答不了了，你得问他。军哥，那个早上一出门就直奔商店，大商店逛完了逛小商店，第一间逛完逛第二间，第二间逛完地逛第三间。哎，我都不明白，你说这商店有什么好逛的呀？哪那么多东西要买啊？逮什么买什么。嗯，逮什么买什么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啊，不是你给的呀？我还以为你给他钱呢。啊，不过也是，尼克买的东西本来就不值钱，人家要500，他顶多给人50，有时候碰上个男的，直接把东西就拿走了。他每天就逛商店啊？也干别的呀，饿了吃饭，渴了喝水嘛，抽空上个厕所什么的。见没见一个叫涛子的人？涛子？没有，涛子是谁啊？涛子是哪商店的呀？朱总，我是让你看着你，可是信任你啊，别给我出岔子啊！不会，你放心，军哥，在你眼皮底下没事，在我眼皮底下也不可能出事。他现在干嘛呢？啊，在外边学打字呢。哦，行，你去吧。哎。嗯，哟，老婆，想我啦？秋生啊，我来是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你放我一马吧，我还是想离婚。你他妈别做梦，老子就是不离。只要你跟我离婚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呀？啊，就连房子我都能卖了，分你一半。哎呦，你真大方啊！啊，哎，你他妈为那姓江的，到什么都舍得呀？不行，连你、连孩子、连房子，那都是我的，凭啥分我一半啊？我不干。秋生，算我求你了。求我也没用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找着工作了，啊，是一家清洗公司，干擦玻璃的工作。嘿，我明天就开始培训了。这钱挣多少还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有工作了，我就可以照顾你们母女俩了。哎，他们说没胆子的人还不能干呢。你想，一根绳子吊在半空擦玻璃，哎呦，看地上那个车，跟蚂蚁那么大。吊在半空擦玻璃？怂毛软蛋，那就吓破胆了。那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呸！哎，你他妈就不能说句吉利的话呀？秋生，这活儿你还是别干了吧。你要钱我给你啊，你还是回老家去啊。明天那培训你就先别去了。我给你钱，哎，真的，我现在就给你钱啊！你干嘛不让我干？怕我摔死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你还是心疼老公的嘛？你放心，我摔不死，我就是摔死了，我变鬼回来也找你做两口子啊！
国芳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是我老婆，胡警官。胡警官，我正要去派出所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想找你跟你汇报汇报，我找着工作了，擦玻璃的。我都培训三天了，我再过一个礼拜我就正儿八经上岗了。哎，您知道高空作业吧？就是吊着绳子上岗。哎呦，开始啊我还头晕呢，今天我连20层我都上去了。人家管这个叫蜘蛛人，我觉得吊在半空也挺像的啊。你注意安全啊。我特别注意安全，为我老婆孩子我也得注意安全呢，您说是不是啊？您放心，今后我肯定对我老婆孩子都好，我不给您添麻烦。您放心，我先上岗去了啊。怎么样，解释一下啊？解释什么呀？这不写的挺清楚。这怎么着？合着你当这个第三者还当着理直气壮啊？感情的事儿我不想评论啊，可你是个警察，这天底下单身女人多着了，你干嘛非得当这个第三者插这个足呢？干嘛非得破坏别人的家庭呢？那破坏了社会稳定，破坏了安定团结，破坏了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啊。您是不是打算处分我？这就是你的态度啊？这就是你的态度啊？这第三者也不是我愿意当的，要从头说话可就长了。我给您举一例子啊，这样的案子咱也接了不少，受不了家庭暴力逃婚的是不是弱者？也应该同情吧，他们要逃出来个3年5年10年8年的，在外边跟谁有个七情六欲，应不应该？先不说合不合法，单从人心讲，您是不是也同情呢？您要说不同情，我也没辙了，反正我同情。这都是人，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可你就当这第三者啊？这从动机上讲，我没想当这第三者。可结果你当了？没错，结果是当了。所以说这个结果我认账。可要说我破坏警察形象，我不认账。要我说，这信是他恶人先告状，您先调查嘛，等调查清楚了，愿意给什么处分我都接着。可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，家里还乱着。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哟，江警官。哼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啊，我来接孩子，您不是也来接孩子吧？哎，拿着，我给闺女买的新衣服。拿着呀，嘿，怎么着也是我这当爸的一份心意啊。你不会说是江警官看着你不好意思接吧？嘿，我可是孩子的亲爸呀。哎，您说呢，江警官？呀，一会儿您去哪儿啊？不会跟他回家吧？哎呦，这我就得说您不对了。啊，我又没答应跟他离婚，你不能还当第三者跟他回家吧？冯秋生，你我什么我？啊，我说话你不爱听了是不是？你还护着他？你是我老婆，听见了没有？这还当第三者？哎呀，江警官，按说我这人已经大人大量了，啊，
你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我决定既往不咎，够不够意思？我先回去了。你是我老婆，听见了没有？渴了吧？喝口水。儿子，晚上你想吃点什么呀？嗯，随便吧，妈。儿子，别管妈多嘴啊。郭芳这边，你就把心搁一边吧。我看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嫁那么多年汉子，没人没影的，说来来了。不管郭芳怎么想，再没情分，人家是夫妻。什么是夫妻呀？夫妻就是人家两口子一关门，你再亲也是外人，是第三者。儿子，别剃头条子一头热了，听见没有啊？啊，那我给你做饭去啊，你等着。大哥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，行吗？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，你就别再等郭芳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跟郭芳离婚的。哦，我工作也找着了，我得好好照顾他们娘俩呀。以前我是不好，我就是想要个男孩，对他们母女俩不好，喝了点酒管不住手就想打人。哎，可我现在改好了，我现在也不喝酒，也不打孩子，也不打郭芳。哎，今后就是他打我，我也不会还手，真的。以前我是个畜生，没照顾好他们，你帮我照顾了，今天我就跟您说谢了。啊，嗨，你们警察教育犯人都说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，您也得给我个机会啊！我真的改好了，真的。大哥，你跟我老婆的事儿就算结束了吧，啊？啊，对了，你还有咱们家门上的钥匙是不是？给我吧。钥匙我不能给你，要给也是给郭芳。怎么着，我也是郭芳的丈夫啊！你看我都来了，你还非得见郭芳不可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大哥，哎，大哥，跟江建平都谈开了，他把钥匙都给我了，你就死心吧，他不会再来找你。从今往后，你就踏踏实实给我当老婆，别的啥也别想。你找过他了？找他了。你就死了你的心吧，你的后路我都给你断了。
黄哥。